比较快乐组合也是感情挺好的。那除了刘老师之外，像一周啊，或是九九，他们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特别暖心或是鼓励的话，让你可能到现在都还会蛮影响你的呢？我觉得他们三还有一个挺暖的点，他们三是那种小举动能暖到你的人，然后九九也是个反差特别大的人。其实我在他面前，就我们俩很爱开玩笑，又互损的那种开玩笑，就感觉这两个人就也永远不了正事的那种。可是到关键时刻，九九有时候会做一些特别小的、特别特别小的那种细节，然后让你察觉到哦，原来他也有在关心我。因为我突然想到，就是说，我也经常帮我抹匀我脖子上就是没涂好那些东西。啊，对啊。